忙我。那在这边真的很感谢。那我们守望相助队不只是晚上的巡逻，像今天的花彩节，还有各项的一些，像第五公墓啊，那个春季、秋季，我们都要去协助。那真的是我没有看上。对，那在这边真的很感动。啊，志工队也是一样，志工队除了我们。应该说流血流汗，有时候会被刀子割到，真的是这样。那而且也不只是假日，那而且平常如果多天一点没有找他们，他们都还会问我啊，为什么这礼拜没有做。那有时候就是没办法出勤才就没有，他们都会很主动的说，哎，还有哪里啊，哪里也有草很长啊，啊，有的地方可能会挡住那个视线啊，他们也都会处理。啊，里面反映的大家反映的问题，那我只要一抛上去，他很主动的就说那个我来去处理。在这边真的，千言万语我会更努力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大家应该知道我以前很漂亮吧？现在很漂亮。我变丑了，我都觉得很值得了。在这边非常的感谢大家，真的是，尤其各位乡亲对我的疼惜，也会一直嘘寒问暖的。在这边，真的我不会说，真的不会说，没办法去说那种。形容的那种感动。那我好了，因为我们那个里面也排了很久，里长啊，因为很多的千千万万的感谢一时说不出来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，希望他这四年继续努力继续认真就对了。那下一届要选的话，我们再支持他。我刚讲了，你只要做不好，眼睛雪亮；做得好，我们继续支持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请旅长一起给我感谢大家，也请还有话要讲。你不给我讲话。还有我那个阿爸，他有一次问我，旅长，我们原本里哪个地方景点好？我就认真的想，每个地方都很好啊，他居然说我什么？你说我什么？我说你要努力用功啊！不是，我跟你讲什么我也忘了啦。我做里长做到油条了，可是我还是一直想，真的，真的，我每一个地方，我真的爱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地方都让我感觉想要把它弄得干净、很舒适，就是。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的景点，真的。你说我要说哪边？我觉得这边也非常棒，对不对？爱祥宫也很棒，每一条小路也很棒，田间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你怎么可以说我是老油条呢？拜托，我可能会这个，哎，这个我们不讲了，因为这个现在大家排得很那个啊，给他们赶快用餐，你继续努力，这样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谢谢大家对我的疼惜与支持与肯定还有信任。谢谢大家。再次让我好，感谢谢谢。那记得慢慢用，然后呢最重要一点是，你到了路口用晚餐，到了路口一定要停下来看清楚，要转弯还是要做什么，不可以直接冲着出去，这个是重点。不管到哪个路口都一样，那都不要紧张，然后就是要看清楚，安全，安全最重要，好不好？那还有一个点，我是最希望的，就是大家的身体要健康，健康要怎样？不要快乐啊，心里不要装不高兴的事情，把它丢掉，那个没有意义。
好吗？好，那祝福大家阖家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、幸福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有没有领导？